睡着，我的好朋友田月明给我发一个微信。他是一个著名的雕塑家跟画家。29号星期一，我们的党史杂谈开始啊。这个昨天的节目啊，一开始就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季登奎和这个韦国清照片的事儿。昨天在推特上啊，有个热心的朋友啊，给我发了个链接，我看了一下，没想到这件事情啊，由于这个韦国清和季登奎的照片，还惊动了咱们一位老前辈，就是唐诗曾先生啊，他呢还专门在他的这个直播室里边呢提到了。我真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不翻墙，我就听不见别的，就是。我的粉丝，跟我很熟的人就把一些可能我感兴趣的转发给我。我一直听这个，这位老师的节目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尤其是他最近说的好多事儿，我都亲历。比如他讲那个，张爱萍等，我呢是照大相的，照大相的没文化，所以我这儿都是照片，但是我在很早的时候就受斯诺影响，斯诺一直跟我有很密切的关系，就那个埃德加斯诺，去延安写那个红旗，Red Star Over China 这个，这是斯诺最后一个夫人，这个夫人是我好朋友，这是这个夫人来中国拍话剧的时候我拍的照片，对，一会儿我海湾战争后遗症没重点叨逼叨叨逼叨，首先我向那个这位先生表示敬意啊，饶恕我不提你的大名，如雷贯耳，我是认真听你节目的，为什么呢？我是屁大79级国际政治系共运专业毕业的，我的老师叫向清，我上课的第一天，向清拿着一份真理报啊，念真理报评价向清，他就说我是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啊，我在向清的会课上听了好多我在中学不知道的事儿，所以您讲的好多事儿，我都在我18岁的时候听过，现在我都60多岁了，所以一听您讲课，我就又回到年轻的时代。我们班毕业的几乎遍布所有高校的马列教研室，我是里边最坏的学生，所以我就当照大相的了。我照大相刚一开始照。就认识了斯诺的最后一个夫人，就是那个话剧导演。这个夫人2013年走的，在瑞士，临走之前几次托人让我去看她，她有事儿要跟我说，但是不方便啊，我有病，我就没去成。这是她在拍话剧啊，这是我发的传真照片。美国话剧《小镇风秋》将搬上中国屏幕，新华社记者唐诗曾社，这是1987年的事儿。这是斯诺的夫人送给我的一本书，叫《埃德加·斯诺的中国》。我研究这些书都没用。如果那个这位研究党史的老师，我要能碰您，我愿意把这本书那个，赠送给您，因为我说话老是粗话，匪气十足，啊，说到您的时候，其实心里也许恭敬，但嘴上无德，啊，胡喷一通，因为我照相的，照相是粗人，没文化，这种书呢，埃德加·斯诺的《中国》有1/3是图片，1/3是文字，我看任何东西都是从图片开始的，这就是斯诺，埃德加·斯诺。我在这儿还狗嘴胡喷，我说埃德加·斯诺是
我先说，这是叶剑英题词啊，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，这是在燕京大学的未名湖边上。我就说，狗嘴吐不出象牙来，我就说，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朋友，埃德加斯诺是伟大领袖的朋友，伟大领袖的孙女儿，是唐老鸭的朋友，这个是，然后呢，这个孙女儿也写这种书，也是图片占三分之二，文字占三分之一。孔冬梅听外婆讲那过去的故事，这些好多照片都是斯诺拍的。对，还有就最近那个温老师你说的那个老说他从战争中走来，这本书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的。其实这本书最早给的是金立红的长江文艺出版社，金立红原来是华裔出版社的，他跟那个刘长乐都是台播部的，他们属于同一时代创业，一个是创出新闻出版，一个是创电视台，都是发了大财的人，张胜写那本《他从战争中走来》，一开始最早的书稿给的是我学姐，我学姐跟张爱萍的张胜是战友，我学姐是解放军报的记者，屁大中文系新闻专业，76级的，这就是张胜。我把车牌挡住。他写他从战争中走来，一开始写张爱萍，张爱萍从苏联回来，坐着吉普车往淮海战线的前线赶，我跟张爱萍是邻居，我走到他那儿7分钟，他很喜欢照相，他赋闲的时候我老去找他聊天，所以我知道好多那个书里边没写的东西。这是张爱萍逝世，张爱萍逝世我也是到场的，这是张爱萍的长子，我是老爱穿军装啊，张爱萍老了就一直不穿军装。我又瞎说，秉承未名湖燕京大学新闻系的，一定是有照片，我是照大象的，所以就老从照片上说。其实照片我懂得也不多，我有一个同事叫张开元，如果有机会介绍你们认识，没有谁的照片他找不来，只要有照片没有他不认识的，我还有好多不认识的呢，我只认识我亲手拍摄的那些东西。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朋友，埃德加斯诺是毛主席的朋友，毛主席的外孙女孔冬梅是唐老鸭的朋友和小学妹。